这样吧，我们派这俩孩子跟这俩孩子一块儿，你们谁最大呀？李诞是八九年的，你是哪？你几年的？九四。你哪年的？我九五年的。大华几年的？八九几月？十月。几号？二号。二号。啊，哦，他比我大，我十一号。你们是一年的？对呀。我的天，真是看不出来。你经历了什么？我不挖笋，我要美容。蛋蛋，你就是哥哥了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好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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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吧。咱们三个就购物去，咱仨岁数大的出去溜溜，坐着车。行。你们四个小的，活得干完，啊，不干完晚上没饭吃。哎呀。那我们就走了是吧？走吧。咱们俩，咱们俩怎么？咱给这墩儿劈了呀？不是，哎，那是墩子，劈那大的上面那些。Henry， 给他们示范一下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哎呀，开始了。蛋蛋，来一个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来一个，我害怕，你要有自信，我没有，你有自信，我没有，你来一个吧，我真不行，真不行，你试一个，试一个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你没试，你怎么知道你不行？试一个吧，咱们为啥还不走啊？咱们沿途线不是来不及了吗？你没试，你怎么知道你不行？哇塞！何老师，我说六个人吧。走啊，快听哥哥的话，走，来三位。李诞怕为了怕劈柴。我告诉你，李诞一点活都不会干。并且拒绝体力劳动这件事儿。太好了，今天就让他改变。嗯。他怎么那么急呢？咱们提高工作效率，快，走。咱们得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呀。我们四个，对，我们是什么四 ？F4 方面四嘛，也是 F4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的提防真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拿上钱，我拿上车钥匙。你听，我们的钱都零钱，发了我能响，能听着响的钱都不是什么大钱。对，走吧。买蹄膀，买蛋，啊，笋，黑笋，这就是笋吧？笋，对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的四 F 组，我要说一个。你闭嘴吧，快来！没有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我要什么叫说话？什么最重要？默契 ？No， 爱，自信 ？No， 自信吧。安全？哦，好，我们说一次，什么最重要？自信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不。哎呀，安全。轻轻的啊，这不是笋呐？这是笋？不是，这还不是笋？这是笋？这是笋？你怎么知道这是笋啊？这当然是笋了。谁说是笋呢？我的啊。你确定这是笋吗？哥，这是笋。谁说的？咱们四 F 最重要的是知识，好吗？哥，这是什么知识点？你确定这是笋吗？大华疯了。丹丹，啊 ，Eggman， please come here。咱们提高效率，大华，你来跟我挖下一个来。哦，他要我去。对的，他需要你。